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老朱说故事。今天是2021年2月1日星期一。到今天为止啊，老朱在 YouTube 上做节目刚好100期，感触很深。虽然 YouTube 上有很多的禁忌，特别是这次美国大选的问题上，但是呢，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可以讲真话讲实话，特别是可以揭露批判中共的丑恶，这个就是我特别珍惜的地方。美中不足的是，我的频道的订阅量啊，这个朋友们不算太多，当然我本身有很多的地方需要提高需要改进，但是我希望能看我频道的朋友们动动您的手指头订阅一下我的频道，这样对我也是一个鼓励和鞭策。我当然希望我的频道能够做到养家糊口，这样也不至于为了生存而耽误我反共的工作了。所以在这里呢，我恳求朋友们能够订阅我的频道，顺便点个赞。老朱在这里呢，谢谢你们。好了，我们还是开始以史为鉴，讲述历史上的今天。在1975年2月1日，第四届全国人大产生的国务院举行了一次会议，周恩来在这个会议上宣布，国务院的工作以邓小平为首。此刻的邓小平啊，虽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而且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但是他也存在着几大危机。其一，毛泽东对他还是不信任。文革之初啊，邓小平作为中国的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后来虽然毛泽东将他解放出来了，称赞他人才难得，委以重任，但对邓小平仍然是不放心。在中央一号文件公布对邓小平的任命的同时，毛泽东还任命了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主任。大家都知道啊，邓小平和张春桥是政治上的死对头，同时加以任命就是利用张春桥来钳制邓小平，这就是深谙驭人之术的毛泽东惯用的手法。还有一件事情呢，比较耐人寻味。毛泽东一方面确定组成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的领导班子，他另外一方面呢，又做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要求全党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同时采取两个措施，既是为了即将上任的国家领导人在政治上规定工作方向，也可以说是对邓小平的提醒和告诫。施恩包的反对，江青等人要搞掉邓小平，这些事情呢是由来已久，远的不说，仅仅是74年到75年就制造了多起的事端，比如那个风庆人事件、长沙告御状、反经验主义、评水浒等等等等，他一次次的施恩帮啊，他们一次次的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只是因为有毛泽东的支持，邓小平才艰难的度过了难关。1975年以前呢，中国经历了9年的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基本上已经瘫痪，毛泽东也停将就步了，所以不得不启用邓小平来对严重混乱的局面呢进行整顿。虽然这次整顿很快被四人帮绞杀了，但邓小平呢却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民心，让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呢增长了 11.9%，达到了4504亿元。在老百姓的心中啊，邓小平虽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其实是让自己的家人和中共的权贵们先富起来了，但是毕竟邓小平让中国的经济往前增长了一步。但是到了1989-1964，就暴露出了中共为了维系自己的权政权，历届的领导人都不可能对人民仁慈的。书归正传，老朱说故事，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在香港的文坛，有号称四大才子之一的一位作家叫倪匡，他勤奋无人能及，他的创作能力惊人，自称是全世界写汉字最多和最快的人。
有时候一天呢，他能够写20000字，3到4天可以写好一套剧本，还同时可以写7、8篇连载小说。他为12家报纸提供稿件，从来不会脱稿，被誉为天下第一快手。倪匡在香港如天马行空一般，他曾经为古龙做过枪手，曾经在金庸出国期间代写《天龙八部》的连载，还创作了《卫斯理》系列小说等等的大量作品。他写了400-500套剧本，拍出了300多套电影。这个金庸啊，曾经称赞他说：“无穷的宇宙，无穷的时空，无穷的可能，以无常的人生之间永恒矛盾，从这颗脑袋中编织出来。”大部分的人只知道他是香港的四大才子，但是有些人不知道的，他是一个1957年偷渡到香港的原来大陆的公安。1951年啊，出生在浙江镇海的倪匡16岁报考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受训3个月以后，他就成了一名公安干警。在1952年到1953年期间，他参加过苏南地区的土改，斗地主抓反革命。这个斗地主判死刑的时候，领导要求倪匡写一个布告来公示，他问判处死刑的理由是什么，领导告诉他说，那你就写地主呗。倪匡说，地主可不能构成死刑的理由吧。那领导就说，让你写你就写，你啰啰嗦嗦什么。后来有一件事情让倪匡倒了大霉，在1955年，倪匡被派去内蒙古呼伦贝尔修建劳改农场，他负责管理保安工作。有一天啊，这个倪匡他饲养了一条狗，一条狼狗，他咬了来视察的总队书记啊，这是一个意外。但是呢，因此他就成了多次的批斗对象，他不得不多次的检讨，承认自己有潜在的反革命思想啊。他的狗咬了那个总队的领导。到了1956年的冬天，因为这个风雪太大了，运煤的车都不能把这个煤送到，天寒地冻，很多人都被冻死了。这个倪匡啊，他冻得受不了了，他就拆了一个摇摇欲坠的木桥当作柴火。他想啊，河水都已经冻到底了，要化冻至少要等到明年的6月，他到时候再砍一些树修好就是了。他以为他在挽救同志们的生命，结果他被扣上了破坏交通的罪名。破坏交通是现行反革命罪，是很重的罪。后来农场还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彻查他的反革命背景，他被关进一间小黑屋里，差点被冻死，天天汇报思想，开检讨会，又听自己2罪要并罚，足以判处10年以上监禁。倪匡不堪忍受，于是他听从了朋友的意见，在1956年年底，他连夜骑马往北方逃亡，本想是逃到外蒙去避难的，谁知道他跑错了方向，跑到了火车站，于是他就坐上了一列开往南方的火车到了大连，后来又乘船去了上海。当时啊，上海的亲友也不敢收留他太久，他就寻找机会准备偷渡香港。后来他和几十个也是偷渡香港的难民一起被塞进运菜的这个船啊，船下的暗舱里边，当时大家都挤在很窄的空间里边，到了公海没人巡逻的时候，他们才能够上甲板休息。1957年7月的一个下雨天，倪匡花了150块钱终于成功的偷渡到了香港，后来他成了英国管辖下的香港公民，那个时候倪匡才22岁。很多年以后，倪匡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说，如果不从内地逃到香港，非但他没有写作的机会，连继续活下去的机会都已经没有了，反右肯定是过不了关的，他文革也挨不过去，幸亏来到了香港。初到香港啊，倪匡没有学历，他又不会讲广东话，他就只能去做一些体力活，什么杂工他都做过，但他非常的开心，因为他可以吃饱饭了，而且可以自由自在。3个月以后，倪匡便投身文坛，10月他就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活埋》。这篇小说讲述的是土改的时候，一个地主婆包着自己的孙子被活埋的故事。其中有一段，这个土啊埋过了胸口，奶奶拍着孙子说，一会儿就好了，不闷了，滋味的语言。
读起来让人深感压抑，但这些呢是倪匡亲身所经历的现实，所以读者好评如潮。这部小说一个下午就写出来，竟然赚得了90块钱的稿费，比他一个月的工资还要高。从此倪匡便专心写作，从未被退稿。直到后来倪匡的稿酬达到了无人能及的天价。倪匡离开大陆50年的时候啊，亚洲周刊曾经为他策划过一次返回大陆的回乡之行，他选择了拒绝。他说当年啊，他是从公安叛逃偷渡来香港，回去要被共产党抓的。那么这件事情也反映了倪匡对中共的决绝的态度。他的好朋友回大陆，倪匡常常骂道，一点知识分子的气节都没有，没有风骨。1992年倪匡移居美国的三藩市，当时他担心中共97以后接管香港，他说我绝不住在中国人当皇帝的地方。倪匡的反共立场十分坚定，他认为中共完全违反了人类文明历史。中共共产党最可怕之处就是要洗脑，要控制别人的思想意识，人在共产党的制度里只能变成完全服从的机械。经历过广东土改的倪匡指出，很多人对中共已故的领导人还存有幻想，他说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是无辜的。每当听人说共产党进步了，他说人家问吃人部落的领袖现在怎么样了，他说我们进步了，改用餐刀来吃人肉了。共产党现在的所谓进步就是改用餐刀吃人肉。30年前倪匡有部小说叫《追龙》，曾经预言东方将有一个大城市要毁灭，原因不是什么天灾。后来倪匡提到这个城市就是香港，他说香港消失的优点就是自由，主要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之母，没有言论自由便没有其他自由。对所谓的一国两制，倪匡早就知道那是骗局，他说我根本不相信一国两制这回事儿，共产党说了算，有什么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是共产党说的，共产党的话什么时候靠得住，几十年来没有实现过一句话。1986年倪匡受洗啊，成为了基督徒，原因是因为牧师祷告后治好了他多年的酒瘾。信神后的倪匡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他感慨毕生自以为行侠道，却忽略了所爱之人。他说没做过什么亏心事，但是自己对太太不够好。倪匡的太太后来患了脑退化症，太太患病之前一直是照顾倪匡的起居，现在是倪匡照顾太太，所以近些年来他很少出现在公众场所。这位高产的作家，香港的四大才子之一，如果不是当初他横下一条心逃到香港，而香港人没有那么大的博大的胸怀包容这些被大陆迫害的逃来香港的难民，在大陆历次的政治运动就算没有把他折磨死，那也一定会郁郁而终，香港或者是华人文坛就会少一道亮丽的风景。倪匡啊，他有句话，爱国必须反共，反共才是爱国。我觉得他的这句话值得大家仔细的品味。好，老朱说故事今天就和朋友们聊到这里，我每周礼拜一到礼拜五准时在这里和大家相见，朋友们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好，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